家里的确是有哎。现在做会不会太迟？安全很重要哦。谢丽萍，那因为 Amber 时常工作忙碌，所以不在家。那家里呢，滋生了很多这些蟑螂啊、老鼠啊。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呢，就是一些我看不到的东西。打个例子，白蚁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呢，啃食了我的家，就惨了。那要怎么办呢？所以今天 Amber 呢，请了这个 Skill Termite 的专家来我家里呢，检查检查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白蚁。想要知道的话，就跟我们一起去走走吧，走。OK, so Amber, 我们现在做好的东西有包括这个是我们的 in-ground station, 最主要它是可以在这个白蚁如果还没有进来你家之前有一个 protection 去 protect 你的屋子。其实很好啊，你们坐在里面这样子看起来呢就很整齐。是，看起来就比较没有这么明显。除了这三个 in-ground station 以外，我们也还有装了一个 in-concrete station 是在你后面。因为你的这个后面这些全部都是 concrete 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用 in-ground,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in-concrete 来 replace 这个东西。诶，其实还好诶，比我想象中小。所以基本上我的家里周围都已经有了这个防白蚁的这个 CCTV 了哈，你所谓的。那么 Amber, 最后一个就是在你的大门的这边，这就总共我们总共安装了三个，我们叫 in concrete station 跟三个。那坐在 Amber 隔壁这位帅哥呢，就是我们的白蚁专家 Mr. Dan 啊。Mr. Dan 你好，那首先要感谢你帮我的家里做了这个白蚁预防，就是安了这么多 CCTV, 保证我家里不会有白蚁了哈。然后如果你发现如果这一边附近久不久你有看到有一些水蚁哈，那如果有这一个征兆来讲，就代表你这一区已经慢慢开始有这个白蚁的问题了。哦，我家里的确是有哎，每次下雨的时候那种灯就有很多那个水蚁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适合去安装像我帮你安装这个 CCTV 哈，因为这个最起码可以帮你侦测、帮你探测、帮你 monitor 这个白蚁的活动。如果他们有来到你家活动的话，最起码它会在这个 station 里面，它不会到处乱跑，会跑进来你的家。所以如果你们的家里也是跟 Amber 一样有水蚁的话呢，就要开始找它。如果大家有面对任何白蚁的问题的话呢，马上联络我们的 Skill Termite。